手之後就唔好拖泥帶水啊！問過我，啊你點樣分手啲大佢？可能太唔開心啦，我覺得分手係要諗。即係媽咪就成日話你應該要攞翻個主導權咯，你做乜？即係大家都中意有人講噶啦，點解你唔攞個主導權去提出呢件事，俾人哋去講咧？即係尤其是女仔，你應該即係保護自己，唔好似人哋追你，就好似你係女仔落底踩輪子。前面男我啦，即係你唔記得點樣坐咧？嚟坐呢度啦，坐呢度。下一站花博五道，我关了。下一站车库林道。喂，喂，咩事？锁咗铁闸？唔会啊，阿娘冇冇铁闸锁匙噶。唔系啊，你踢，唔系你将道门再慢慢去。即是再套埋佢啊！再套埋啊！唔係你即試下，再套埋，跟住再剔下。可能有陣時阿娘閂嗰道門咧，佢未閂得冚啊！你自己再閂，你即試下。係咯，咪就係鐵閘咯，鐵閘咯。你試下扮再扮埋一次，跟住再睇下嗰個剔。做乜嘢啊你？得唔得？好犀利咩？下一站不接的到 Next Stop 绝门，下一站是超巨大。喂喂喂，點樣得唔得？皮膚的水分咁快又冇曬，點解？因為好大部分嘅皮膚係由膠原蛋白組成，佢就好似皮膚裏面嘅海綿咁吸住啲水分。隨住年紀，皮膚唔同區域就吸唔住啲水，要補水就先補充區域。我最近用緊一套極致純膠原蛋白水分修護原則，真係好 work 嘅。呢套原則有 90% 高濃度膠原蛋白同埋超濃度膠原長足化學深入皮膚嚟做，加上膠原合成嘅補充，而佢嘅 GPS 細胞再生到一個嘅組織之體，補充人體最終吸水嘅細胞，激活同補充水分。換句話講，佢可以激發到個健康嘅環境，領走皮膚嘅轉型。我首先要有水飲先啦。下一站湾仔司站到时代广场 Next Stop 广州 Fire Station Times Square， 下一站湾仔消防局时代广场。
要準備一個圍欄啦。圍欄裏面要有咩咧？當然就係要有培訓啦，要有人才，咁要有個瞓覺嘅地方啦。咁陪佢嘅枕頭嚟啦，佢有玩具啊，有眼屈，當然要有塊尿板啦。佢瞓嘅被鋪啊，係50% 啦。去廁所嘅地方就係50% 啦。然後可以抱只仔仔，將電腦話俾佢聽。我哋教狗仔去廁所咧，基本上咧，多數狗仔咧都會選擇去廁所嗰個位，因為你另外當然特別個體檢查咗佢唔適嘅地方，咁佢會選擇去反嘅情況。如果有狗仔都可以食佢嘅，因為啲狗仔。下一站维多利亚公园。
唔該曬，唔該曬，好，唔該曬，唔該曬。
下一站珠海商业中心 ，Next Stop 桂林市和平站，下一站七彩商业中心。我呢度叫咩啊？呢度叫五桥街 ，Next Stop 金钟街，下一站电厂街。我们有三个，有可能第四个。但是奖，我们有三个嘛，奖，我们有三个，有可能第四个。我们有三个，有可能第四个。
因為你哋喺咁多個裏面，都要揀一個冠軍嘅時候。
可以用到上分鐘之內，但係冇辦法可以用到。你自己入都冇成功過啊！十五分鐘。交通海底隧道收费广场 ，Next stop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Low Plaza。下一站东区海底隧道收费广场。若要安装安全带，请系好，以保安全。有位乘客 ，Please buckle up for the seat belt provided。座位上如果已经安装安全带，请系扣上，以保安全。
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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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站风景花园 ，Next stop Rivanna Garden。下一站冰镜花园。麦秀维德多客户敷面上 ，Pump，Pump， Face。注入特有 Derm Three Complex 年轻弹力因子，淡走细纹 ，Power Tech Face Cream。Ventilator。弹力十足，麦秀维德 Q10 弹力护肤面上。Far to the east lies a solitary peak, but dwarves are determined to reclaim their homeland. I'm surrounded by dwarves. What are they doing here? So, this is the Hobbit. You asked me to find the 14th member of this company. I have chosen to respect me. No. And seize this chance to attack me. Where are you off to? I'm going on an adventure.
Thank you.
奧斯爾呢場波咧明顯嘅狀態啊，相當唔錯。奧斯朗咧分斯馬立八幾次都好爽，最終咧皇馬就以兩腳球擊敗咗咧就係馬體會啦。嗱，繼續守喺第三位。 肌肉酸痛，成日翻發，認真難搞。試過一般止痛產品都搞唔掂，所以我只信藥劑師推薦嘅馮卡力。佢醫學認證嘅四年止痛成分，專門針對難搞痛症。肌肉再痛唔使怕，馮卡力專業止痛教佢哋。嗱，仲有止痛嘅長效先康保養劑。 下一站福安花园，下一站福安花园。
三筆嘅一定要扣，你成日按按出翻嚟咯。下一站海柏花园 ，Next Stop Grace Hotel。下一站海柏花园。即係收工求同住飛。邻居都说是你欺负小孩，家长跟你说，我们也不相信的。那你就生气，我给你们讲一个算是成功的战国时期的魏国，有个叫彭祖的大臣。哎呀，大人，是什么事情让你如此焦虑呢？其他国家去办事，我怕他在我走后影响他的产业而远离我。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只是去办办事而已，又何必花愁呢？哎，大人，我倒有个办法，给大王提个醒。你有什么办法？快说。我是这样。好。大王来喝酒。啊！大王，大王，大王，坏了，坏了。没事儿，王坤奶奶来。哎呀，大王不好了，有只老虎跑到街上去了。什么？啊，大王，这老虎跑到街上了，这可怎么办呢？别傻了，街市这儿人这么多，老虎又怎么会跑到街上去？大王，大王，你坐好了，你坐好了，大王不好了，有只老虎跑到街上去了。什么？下一站马鞍山警署。小贩减少浪费。
一站锦衣院 ，Next stop 全面铺，下一站锦衣院。北方区，左边城门对，下一站立安村。我哋已經到達終點站，請離開車廂。Bye bye. This is the terminus. Please alight here. See you. 我們已經到達終點站，請離開車廂。再見。